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《高中地理》。这堂课要跟各位同学介绍干燥气候一热带干燥气候。这堂课的学习目标有四个：，同学们要能够说出干燥气候的意义；二要能够指出干燥气候区的范围；三要能够说出干燥气候的特征；四要能够分析干燥气候的成因。 哎，同学，什么是干燥气候呢？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，干燥气候顾名思义就是代表雨水比较少。那我们通常会用年雨量五百毫米当做一个分界，当雨量小于五百毫米，我们就把它称为干燥气候。那在干燥气候内部，我们又可以再用雨量来区分，再细分为两种。 一种叫做干燥型，另外一种叫做半干燥型。干燥型呢，就是大家知道的沙漠气候；而半干燥型就是草原气候。沙漠气候呢，它的年雨量会是小于两百五十毫米；而半干燥气候，它的年雨量会是介于两百五到五百之间。那干燥气候呢，我们又可以把它再分成两种气候类型。 热带干燥气候以及温带干燥气候。那这次影片我们会主要来介绍热带干燥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干燥气候主要分布的位置。我们这边用纬线三十度来当做一个分界，纬度介于零度到三十度之间，这个我们把它称为热带干燥气候，而纬度高于三十度。 以上的这个，我们把它称为温带干燥气候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热带干燥气候的分布。灰色色块的部分代表的是热带沙漠分布的位置，它包含了第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热带沙漠——撒哈拉沙漠，以及西亚沙漠、印度的西北部塔尔沙漠，还有墨西哥北部以及智利北部沙漠。 还有澳洲中西部沙漠，以及克拉哈里沙漠、纳米比沙漠，这些沙漠分布的位置有什么特色呢？我们用黄色的框框把它给框起来。这些沙漠的分布呢，约略会在纬度二十度到三十度附近的大陆西岸或者是内陆的位置。我们看一下热带沙漠它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？ 它的成因可能会有三点，第一点是必要因素，叫做副热带高压笼罩。第二，其次的原因有可能是信封带的背风侧，或者是这附近有凉流流经。我们来看一下副热带高压笼罩的状况，纬度在三十度附近，这边是行星风系副热带高压笼罩的地方，南纬三十度也是。 副热带高压笼罩的地方，气流下沉，空气稳定，不降雨，所以这些沙漠的分布都有副热带高压条、副热带高压笼罩这个必要的条件。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哪一些沙漠有位于信封带的背风侧，这个通常都在南半球的沙漠，譬如说在南非这边有一座山脉叫做龙山山脉。 澳洲这边有一座山脉叫做大分水岭，南非，哎、欸，更南美洲这边有安第斯山脉。那这些山脉呢，分别阻挡住了这个东南信风，所以这些沙漠呢，位于东南信风的背风侧，那自然背风侧雨水少，所以使得气候呢变得更加的干燥。第三个要件。 叫做沿海洋流流经，哪一些沙漠跟洋流通过有关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撒哈拉沙漠这边有加纳利洋流；墨西哥北部这边有加利福尼亚洋流；智利北部这边有秘鲁洋流；澳洲这边有西澳洋流；而在南非沿海这边。 由本吉拉良流，所以良流流经也会使得大气变得更稳定，更不容易降水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热热带沙漠气候的特征。我们以开罗为例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气温的分布。这边的气温呢，在年均温度在十八度以上，所以这个是属于热带气候。接着我们看一下降水，请同学注意这边的雨量的刻度。 这边的雨量的刻度跟一般的我们常见的这个气候图表不太一样。这边的雨量刻度是以两毫米为一个单位，所以我们在看有雨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我们会采用的是五十毫米。所以如果用五十毫米的话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是属于全年少雨的状况。好的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热带干燥气候的同整表格，请同学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。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。